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2年1月7号，瑞芳鸟9:53，上班车是有列车通过。哎，有新的列车哎，对，终于可以注意到，因为我记得有个8152嘛，然后是电头的，还有个900适应转，对，耶，终于通过，我就要等这一台了。904，8526，适应转列车，拜拜。我的8552车进入发车，将被回应2022的烟油904，试运转列车，因绿色一下3分钟，就欢迎试运转列车在瑞芳彭家东哦，9:54。他们开心的都要两台啊，终于拍到两台试运转，早上就拍了两台，超开心。8552车904试运转900，因绿色一下列车，试运转列车在瑞芳鸟通过，那这才见，拜拜，9:54，再见。